你们都不许进。乔治要睡觉了，我们不进去怎么睡觉呀？是啊，乔治，不准调皮，要说暗号才可以进来。暗号？姐姐，我告诉你，爸爸的大肚子。哦，爸爸的大肚子，暗号正确，可以进来。哦，我可以进来了。那我知道啦，爸爸的大肚子，妈妈也正确。呵呵，我也进来了。哎呀，真调皮。暗号错误。哎呀，我都知道了，暗号错误，不就是爸爸的大肚子吗？暗号错误，为什么到我这暗号就错误？不管，我就进来。猪爸爸，孩子都说暗号错误了，你还进来？上沙发上睡去。那到我这就错误，行，我上沙发上睡去，行了吧？